早晨啊，早晨啊，大家，我想讲我系瞓咗11个钟喺韩国奔波咗一日，跟住之后翻到嚟香港再奔波咗一日。总之我就瞓得好少啦。嘅意思我想表达嘅就系，因为而家就系神志唔系太过清醒，真系组织能力有少少嘅障碍，冇错啦。咁啊，太攰太攰，跟住之後剪 day one 嘅時候咧，又已經係剪到差唔多天光，跟住先瞓覺啦。咁所以咧，我琴晚咧就冇剪到 day two 嘅 format 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要嗌完個 lunch 個 brunch 之後咧，就會剪咗個 day two 先，跟住之後咧就會開始我今日嘅行程。嗌嘢食先。我食。肥仔 kebab 啊！之前咧都会系嗌 chicken doner 或者 chicken tikka with chips 咁样啦。咁而家因为我都生咗几粒疮啊，同埋都唔好食咁多淀粉啦。咁虽然薯仔系好少少嘅，但系佢都系炸噶嘛，咁就唔靓啦对皮肤。我而家咧都会惯咗系食呢一个嘅 with salad， 咁其实都好食嘅，因为都有好多嗰啲汁酱。我汁酱就唔介啦，真系外卖已经叫好啦啊！不如玩阵电话先啦！哇，真系咧，一起身就要各种流眼水、流鼻水，个人咧好多一啲新奇嘅一啲状况出现嘅，系定系每一个人起身都会系咁流眼水同流鼻水？系啊 ，no idea。我而家睇下大家啲 comment 先。欧英话佢下年都想拍，跟住所以佢问咗我劲多嘢，我就同佢讲咗 Flawless 嘅精神究竟喺边度，咁就一定系一人一片先至系最有嗰个 vibe， 最有嗰个生命力喺度咯。真系要每日都拍咯，你唔可以预早拍定一啲 footage 或者一啲 content， 因为就系要记录你嗰一日做咗啲乜嘢，而唔系你每一日都要一条主题片咁样。每一日有条主题片系更加会整死自己啦，但系唔系 vlog 咯。啲咩叫 vlog 啊？Vlog， 勁嬲嘅，起身點解會咁嬲嘅，粗狂咁樣。Hey Flawless， thank you for doing it， love the haircut on you， thank you。呢啲 Flawless 最好睇，支持我都覺啦，多謝你。橙色好襯你，好精神，多謝。Bye bye, miss your Flawless， love you， love you too。喜歡你的髮色 ，Happy to know that you will have Flawless， yeah， you will have Flawless。呢度好得意，等咗好耐嘅 Flawless 啊，每條都會睇二次，多謝。真係每人都起碼要睇一次 ，Flawless 真係好大嘅一個心力同埋毅力。我是非常之 enjoy 嘅，即系 don't get me wrong。睇翻啲有好嘅 memories 啊，真系要不断回味咯，因为留下嘅只有相片同埋影片嘅咋，真系你记忆力真系冇咁好噶。你话放喺心入面，我心嘅储存量都冇咁大噶。唔知点解条片讲嘢好快，我以为教咗倍速，因为我真系教快咗，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讲嘢好慢啦。咁我通常咧，所有嘅片我谂起近呢一年两年啦，我都系教1.2倍速嘅。咁我可能如果我真系讲好快嘅话，教1.1啦，因为我原速嘅话咧，真系好慢噶我讲嘢，因为我要一路谂啦，要组织一句完整嘅句子咧。是会讲嘢慢咗嘅，咁就变咗你睇片上咧就会其实有啲辛苦，咁亦都剪片嘅时候咧都会辛苦嘅，即系变咗好似你多咗嘢剪。我有54分钟嘅 footage 嘅话，我1.2倍速，佢得翻40几分钟咧，咁我就望落觉得个人生有少少希望多啲咯。That's why 我都系会教翻我啲片嘅，但系我会再 tune 一下。如果我本身嗰日个人比较 high 啲，讲嘢快啲嘅话，就会教翻正常啲嘅速度俾大家。花仲坚持拍 vlog 真系好开心，好似真系加油 ，yes。我保 Flawless 加油，深深支持你，鼓掌，咩啦？靠 Flawless 系开心嘅，其实阅读 comment 嘅时间已经完结，我个人都醒翻少少，眼泪都可以流少咗，咁我就 get ready 换衫仔啦。呢兜嘢嘅学名系叫做邪恶嘅圆形食物。我揿个唐老师，12月运势嚟啦！啊，你要先走，同学。首先我觉得火象星座在事业工作上都蛮有一些作为的啊，作为的有实力，有作为的，实力的话你的实力是展现出来的，你的分量是提升的啊，然后你也是一样的。I've been busy decking the halls. I've been kind to big and small. And now it's time to have a merry holiday. What a feeling when it's time for Christmas. Let's sing a carol and we'll bring it here. I guess that spring and summer, they're all fine. So lovely
day so lovely, a day with you so lovel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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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Spell L O V E L E E. Non bingo bado, I'm your soulmate love. Go deep more. 啱啱咧就已經食飽咗啦，亦都處理咗屋企一大堆垃圾嘅。咁但係而家咧都仲有好多嘅包裹未拆啦 ，PR gift 未去放翻好啦，未影啦，跟住咧。還有新的衣服都是未處理的，但是都想跟大家開箱一下這個 ASOS 的新衣服究竟是什麼。趁他 Black Friday 就買了幾件 Christmas Jumper， 買了三件東西，我記得好像都是500多元就折完之後，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挺好，因為這些這麼季節性的東西都真的只是穿一個月而已。我呢就是其實 suppose 由10月1日就會開始穿 Christmas Jumper 出街的人的。第一件可以給大家看看，這一件是一個樽領的一件 crop， 去到肚臍位再高一點的位置的，就修身一點，就是一件冷來的。它這裡是一個樽領，你說如果你要化妝的話，這些位置就應該很容易會一定會揩到粉那麼滯了。疑似臘腸狗的彈弓狗的 friend， 但它的身體後面就變成了很好，即是它的彈弓是由彈到去下面兩行這樣，都 pretty cute。第二件就是色彩非常之繽紛的這種聖誕圖騰，真是 the ugly sweater 的一些圖案才會有的。它的襯色我覺得是都挺 trendy， 不是說很沉色那種的，所以很多人都可以襯到。它這個就叫做 Apress Ski 的，上面寫著圖案都是有些雪花跟著點點心心這樣，這一件是都挺大件的。個領咧就係、普通窄的圓領，如果你是一啲皮膚比較敏感少少，著冷啊，即係好似 O N 咁嗰啲會敏感，可能會著翻一啲 cotton 嘅一啲打底衫喺入邊啊，或者 T-shirt 啊。咁如果領會吉嘅話，咁就可能著翻件薄身嘅一啲樽領嘅打底喺入邊都會好睇。好，最後一件咧就係、一件波衫 style 嘅一件冷衫啦。佢咧個領啦，同埋個手袖位咧都係做咗一個紅色嘅線條喺度啦，就係寫住 December 25。我覺得呢個真係好 Q， 佢一樣都係 oversize 嘅呢一件，就唔係 crop， 亦都唔係 tight， 亦都唔係 fit， 係 oversize。仲要佢嘅版型咧係橫嘅嗰種，你著闊褲或者襯 leggings， 跟住著翻對 up boot， 又或者係波鞋著對長 boot 都係可以好好睇咯。咁呢啲。哇，仲襯咗我個頭添喎 ，nice！ 我真係買得很好。但係我想講咧，我而家咁樣望咧，佢應該係紅色嘅邊嘅，有輕微少少似勞工手套，但係我都係會照樣著出街。I don't care， it's cute。咁跟住咧，我哋不如就嚟拆開呢一邊呢啲嘅包裹先啦。M 度超載危機 ，OK？ 原來係 Cotex 嘅 PR gift， 哇，手寫字啊，又係好厲害 ，Thank you Cotex。D Jennifer 送上 Cotex 太空連繫列為你解除 M 度超載二維危機，獨有極薄太空級信級物料，可以做到2倍信級同埋20倍嘅級量，仲有 Comfort Flex 設計，唔驚二維電極，無論點喐去邊玩都唔怕漏，做到真正嘅極級感動啦！極級感動啊！食指佢嗰個極級咧係超級極速吸收嗰個極級啦，感動咧係勇敢咁移動嗰兩隻字咯 ，so cute！ 下一個包裹呢、這個咧係我網上面買嘅一個 J.W. Anderson 嘅頸箍，佢最 signature 咧就係呢個拉鏈扣啊，就係一個長方形咁樣。嗰陣時 Black Friday 啦，諗住買啦，定唔知雙十一，跟住但係佢呢一個係冇做到折嘅。那個 idea 咧就係有扮到佢好似樽領咁樣，我拉到佢呢度啦。咁你無論係好似我咁著到黑色，跟住襯翻佢喺個領嗰度啦，定係你著一啲嘅可能吊帶啊、一啲洋裝啊、背心啊呢啲咁嘅 cut 咧，佢戴翻咧都係非常之有造型感咯，我就覺得。Very good buy 啊，好似唔使1000元嘅呢一個，咁我就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 purchase。好，下一樣，哦耶，呢個都係一個 Black Friday 嘅 purchase。It's Chrome Heart again， 呢個咧就喺 Festia Collective 度買嘅一個 Chrome Heart 嘅冷帽啦。咁佢 condition 未算係話最新嘅一個 condition 嚟嘅，但係佢係 classified as very good condition 啦。咁我而家咁樣摸落去咧，佢質地有少少吉吉地嘅。咁前面咧就係有佢呢個 logo 啦，跟住之後後面咧都有寫到 Chrome Heart。Fuck you！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字句，我都沒有留意到它寫著 fuck you 的，這個是寫著 one size 的。因為呢我現在染了這些這樣紅紅橙橙頭，所以我就不是很夠膽買一些色彩太過豐富鮮豔的帽。耶、yeah! 說起 Beanie 呢，其實我都還有一頂新買，那時候在韓國上網買的，他見到啊我都想買一些有耳朵的藍帽啊， Charles Jeffrey Loverboy 這個 brand 都是非常之出色啦，今年咁，所以咧我就買咗一頂係米色嘅，咁因為我真係好多黑色嘅帽啦，我都已經買咗呢一個嘅 chrome heart 線嘅，咁所以我最尾咧呢一款咧我就買咗呢個米色啦，同埋佢嗰個耳朵咧唔係有一個實嘅耳仔喺度，而係一個發嚟發去嘅一個耳仔，啊都幾好睇喎，我就係呢個，呢個發去後面咧就係咁樣嘅，佢亦都係可以發去前面做一個金毛狗嘅一個間處。這個是什麼呢？MTM， MTM 也是一個非常之對皮膚是很有講究的一個牌子，你有接觸過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東西有多好了。這個 Merry Christmas， 難道是他們的 Advent Calendar 的朋友？準備好沒有？一二三打開，耶！我本身想著過幾天我才是跟大家分享我收到的 Advent Calendar。 Dear Jennifer, may your holidays sparkle with joy, love and laughter. Happy holidays. Thank you Chi, thank you Tiffany。 不如我就直接開埋入面有啲咩俾你哋睇啦。個 hydrating mask 啦，有支 essence 啦 ，conditioning cream, milk cleanser, skin repair essence， 有 eye mask， 兩個 eye mask， 有一堆嘅 coupon， moisture building essence， deep cleansing mask， moisturizer， 保濕 toner。Thank you so much MTM, Merry Christmas。跟住之後有一箱嘢，哇，點啊？這個來自 Mira 的 brand 啊，是我本身已經有吃開的他們的紅心啫喱，超好吃啦，也都是很滿滿的心味咯，是真的很 energizing 的，我覺得它真的非常之好用的，女孩子真的補充自己的元氣和那個能量呢是它非常之好的做得。跟住還有個新東西，這個是什麼啊？ Oh yes， 膠原啫喱條啦，是西妹排毒燒腩果凍啊，應該很正，哇太棒了 ，thank you！ 呢度仲有啲好 Q 嘅貼紙啦，佢呢啲咁嘅 brochure 都做得好好喎 ，Walt 嘅禮物啊，哦哇，哦佢入邊好似有好多嘢喎，係有幾樣唔同嘅 product 嘅，一支 lip softener 啦 ，hand cream 啦 ，body cream 啦，呢個係 high body cream。這個就是 Light Everywhere Oil， 它應該是 for everywhere 的，即是可能擦面擦身都是沒問題的支油。這個我沒試過，我挺 look forward， 因為我對於油呢我是有一點偏執的，我都很喜歡用油的人。有一對我在他們的 IG 和 Jen 的 IG 都看到他們穿得很漂亮，他們出的 merch 都是靚到不得了的。這一對是一個灰色的 Self Love Club 的一對長襪仔，就很可以搭配你那些upboot 啊，又或者係一啲 ballet flat 咧，去襯佢都係會好好睇，好 cozy， 佢個質地都舒服嘅。下一樣係呢一個 holiday woke up like this season， 哦，係佢哋嘅髮夾仔啊，跟住就仲有一個 sheer depth 係咩色嘅呢？呜呼，就係呢一個透明嘅，哇，好潤喎呢個，唔係咁簡單嘅喎，呢個係 impressive ice cube。好 impressive 喎，佢真係，因為入面真係有好多好正嘅油喎，我見到真係 thank you so much， 呢個好正喺我個 lips 上面嘅感覺，哇！我呢一句極錯咯，勁多個文喺入面。我哋嗰啲 multi language 下長大嘅人類都係咁樣噶啦。呢個盒其實真係幾 Q 喎，等我整完執好曬屋企，整完棵聖誕樹咧，就會放嗰啲靚盒咧喺個樹底嗰度做裝飾。哦又是他們的杯啊，之前都收過一個他們的杯呢， Oh no， 這個是一個蠟燭的，然後燒完之後可以做一個杯咯，好 cute， better together。 接著就弄一些今年韓國很流行的 elements 啦，就是一些黑色的蝴蝶結仔。 Thank you， woke up like this， you have done so well， 感謝你啦。好，咁暫時開箱就去到呢度先啦，遲下咧就會再揾時間同大家開呢邊呢一啲。咁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將我啱啱去開完箱嘅一啲產品咧，將歸位啦，跟住再 unpack 埋個 gift 同埋 DHKTV Mall 嘅一啲grocery。屋企咧都係用開呢一隻嘅濕
紙巾嘅，咁就攞嚟消毒啊、抹台啊乜嘢都好啦。咁就通常咧都會剪咗呢一個蓋啦，跟住之後搣埋成張紙咧，咁就放喺呢一個密實嘅一個桶入面，呢、這個箱入面咁樣打開去抽，喂，咁樣咧吸翻埋咧，佢就可以保到鮮，唔會乾嘅。靓好多咯，个盒真系好少有呢啲咁样嘅清洁用品咧，嗰个包装系好靓嘅。虽然咧，其实就过两日个钟点姐姐都会上嚟清啦，但系佢就做清洁，咁而嗰啲收纳啊，又或者系有啲佢唔知摆咩嘅地方咧，佢都会照摆翻好，接好咗喺一个位，跟住之后我就自己执咁样咯。我系要知道 100% 我啲嘢喺边度，同埋用我自己的方式摆 ，which 清洁姐姐系有时。冇咁多時間啦，因為擺嘢係真係要好多時間，咁就主要做清潔就已經 OK。咁頭先咧都 organize 同埋rearrange 咗我啲廁紙啊，咁就擺喺呢度做存貨嘅，大家見到啦，呢、這個就係非常之舒服同埋令到我好覺得賞心悦目嘅一個畫面，就係、是、全部 logo facing forward 好整齊咁樣排列。真係好開心！呢度咧就係兩條廁紙啦，跟住之後咧呢一堆就係本身都未用完嘅一啲 box tissue 咁樣啦，就會安放喺呢個位。咁咧其實咧，因為我廁所星盤下面都有一個櫃去擺廁紙嘅，咁但係嗰邊差唔多用完咧，就會喺呢度執一啲喺落去，咁就冇咁話辛苦，次次都要擒到咁高去天花板呢度先至可以拎到咁樣咯。所以其實咧收納盒嚟講咧，都真係好花功夫同埋心機。雖然你有曬所有嘅位置啦，又或者係一啲收納嘅。容器，但是你要怎样去编排那个动线，你的生活动线是怎样呢？真的你自己住你才会知道自己要摆些什么在哪一道，而是觉得顺。哇，这么快呢，我就已经执了屋企一大半的垃圾等了，整个垃圾房呢都已经是被我占据了那么小了，所以呢我就暂停了我这个执屋大计啊，因为我真的很累，所以走了去冲了个凉啦，洗了个靓头啦，会玩下电话啦，敷下 mask 啦，跟住之后咧就会开始剪呢一条片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听日再见啦，拜。差啲唔记得咗我呢、這个。